他说要是我们继续来玩王者荣耀，现在玩的是微信区的那个张良，好久没玩张良了。我去，转个圈圈就被人给打了。上路上路转个弯，那上路就不，这个典韦不打了吗？我的清兵速度应该比对方的王昭君快多了吧？我来支援了。
你们打吕布啊？好了，有机会了，直接一波冲上去。典韦现在是发飙了，刚开始还以为他不行啊。哎，我操！为什么打我？说到就到，曹操说到就到，说曹操曹操。哎呀，大刀西砍，没想到他跑了。给我退！我操，要不要这么多钱往我这里丢啊？踢我没有闪现。完了，麦克露露也要挂了，轮不起呀、啊。被停了，你嚣张，有本事再冲我换个大。爽爽爽！这一波打得爽，没人打我，前去打典韦了，这些家伙够傻。最后个大招还没有开出来就死了。真的，这只有赢家才能这么嚣张的输啊！没团呢，赶紧跑吧。我去打个蓝吧，开始撤退。三字经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苟同性，性乃见。这家伙专打我，赵云就知道挑逗我。好了，基本上这一局要结束了。啊，靠，刚好控制到一个没有用的点，还有控制到廉颇刚好释放大招，我的大招对他没效果。Double kill，win。看来还不错啊，挺好用。旧面孔。
天真开满儿时的笑容，小时候我们荡着秋千手拉钩，青花湾充满妈妈煮的玉米粥，柏树下偷满风，山坡上听着风，刘禅都能拿金牌，一个人头没有是吧？